夜的灯光照在你我的脸上。在这个时候，你是否还记得我们追随麦 C 的足迹？我们一起走过的春夏秋冬，一起感悟着麦 C 的精神。你是否听到爱的呼唤？让我的声音出现在你的心里。不管在这条路上我们还能走多久，但是每当在我耳边响起这种旋律的时候，它就证明着我们曾经来过。我永远忘不了的是那些陪我走过的兄弟。曾经让我们一起许下的诺言，可我永远的记得是你们给了我坚定。现在我想说，麦 C 的信徒，祝你们圣诞节快乐，让你的梦想在这里延续，让你的身体在这里升华。跟上这样一首旋律，在这里属于你我的一点世界，用你的心灵去感悟，用你的快乐去融合。这里是3260王的地点，存活着俊佳的灵魂。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在这里做好你的准备，让我们一起共同踏着纵险的步伐，我们一起风雨同舟。让我们陪伴着身体最爱的人，让我们一起共度一个疯狂的夜晚，就是圣诞之夜。同时也可以关注来自2016年12月25日晚上9点，关注3260圣诞派对，拜拜众多主播联合俊佳师门为你带来精彩活动表演。让我们一起带来这份喜悦，让我们一起感受着麦 C 的步伐，让我们风雨同舟，同舟共济。3260，有你就行。Okay, ladies and gentlemen, everybody, this could never want. Are you ready? 来吧，这些跟随音乐，让我们一起来舞动身体。这种新奇的快乐，将一首歌送到你的身边。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转发、评论、赞，谢谢。